1月5号大晚上，某微博营销号来给小可爱们送好消息了。原来是之前一直未确定的诛仙主演名单，在某视频网站年会中意外曝光，屏幕上斗大的字儿：李易峰、赵丽颖。这下脑功的粉丝们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来了。不过，哎，这么内部机密的东西就如此赤果果的爆出来，真的没有防备啊！说时迟，那时快，老咱马上连线赵丽颖经纪人，想要证实此事，不料以在忙稍晚回复为由拒绝回应。不过相比于之前曝光的李易峰搭配 Angelababy， 这女主是赵丽颖的传言貌似更有先兆。首先是有人说 Baby 拍摄影版未遇相，周期会很长，档期根本排不开。再有就是峰峰在今年芒果台跨年演唱会后台接受采访时就表达了对老公赵丽颖的欣赏。都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演员。孙伟明说，不过这点小表情已经出卖过李峰峰，绝对是要跟老公合作了。可惜网友们依然不能100%相信哦，咱还是坐等官方消息发布吧。芒果捞新闻又要约剧了，报道。